挤满着中国和外国的万吨海轮，以及大大小小的船只。黄浦江上的薄雾笼罩着两岸高大的现代化的建筑群和工业区，使这里显得如此妩媚。然而，黄浦江上的风风雨雨又使这儿的一切显得如此严峻，这一切使得黄浦江充满着一种特殊的魅力。不管你到这儿来过多少次，而每次来到这里，这种魅力就会强烈地吸引着你。这就是许多没有到过黄浦江的人对他十分向往的原因。黄浦江导源于太湖，在青浦县的淀山湖汇集了浙江省北部诸水，在上海市区和苏州河相会，河流到吴淞口流入长江，全长大约140多公里。就在这黄浦江和苏州河汇合的地方，大约在6000多年前，由于淤沙集成陆地，开始形成了这里最早的城镇上海。到了宋朝中叶，吴淞江下游由于泥沙淤积而越来越浅，外来船只停泊在吴淞江的一条支流上海浦上，上海这个名称就是由上海浦这条河流而得其名。人们喜欢从现代回溯历史，又喜欢从历史了解现代。古老的上海给我们今天留下的龙华塔和龙华寺，相传是三国时东吴兴建的。现在的龙华宝塔是清末重建的，它高40米，八角形，共有7层，解放前有许许多多革命烈士在这里牺牲，使得这座古塔更加巍峨苍劲。龙华烈士的鲜血浇灌了中国革命之花，中国共产党是在这座英雄城市诞生的。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半个世纪以来，上海人民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培育了无数的英雄儿女。这是坐落在上海南市的一个明代私人花园，名叫御园。园内布局曲折，分内园和外园，具有鲜明的明清两代南方建筑艺术和以小见大的特色。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指挥部就设在这座园林里。这是一支反抗压迫的农民起义军，他们的英勇和威武不屈，使这座秀美的园林增添了悲壮的色彩。凡是到上海来的人，都要逛城隍庙，因为这里还保留着
上海这座现代化大城市古老有趣的童年情调。几百年前的别致的建筑已作为古迹成为城市的稀有点缀，而更吸引人的是，这里还是个有100多家商店的市场，他们专门销售上海传统的小吃、土特产、花鸟和手工艺品。凡是在别处买不到的独具一格的上海的小商品，在这里都可以买到。就是这些玲珑的鸟笼和各种小鸟金鱼，过惯城市生活的人也都偏爱在这种杂乱和人流的拥挤中来寻找这种乐趣。上海发展为东方最大的城市，被誉为亚洲的宝石，这是近百年来的事。这些毗连一片的摩天大厦、英国式的屋顶、美国式的、日本和西德式的高楼，是帝国主义分子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兴建起来的。1860年，帝国主义者强占农田400多亩，就在上海中心地带修建了一个专门用来赌博的跑马厅。现在，这一切归人民所有了。人民广场开阔明亮，人民公园中一片林荫，它们和四周无数的高楼遥遥呼应，又和繁华的南京路紧紧相连。真是闹中取静，极为难得的风光啊。南京路是上海商业的中心，南京路通向全国，也通向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来过这里，又留下过多少人的脚印呢？真是数也数不清啊。南京路有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店，这儿是全国商品最丰富的地方。据统计，每天有近50万人到这里来采购，真是万头攒动，热闹非凡。